各位网友大家好，哦，这是迄个中医庙，你知道嗎？啊，这倒了，惊倒人哇！这是全联福利中心呢，这新开的呢，哈、哦，哇，这间新开的，新开的对面有一个炸弹节炸弹妹哦，哦，这这个，这咱讲说，这是较特别的一个，这是一个花莲哈、哦、炸弹饼啊。哎呦，这外好找，你知道？这吼，这就是咱这个图书馆吼，这图书馆的话，哇，图书馆你啊来这顶好哈，啊，看这个全联哈，啊，你车个停在这无要紧啊，哦，这有一个长安图书馆，啊，较隔一边就是咱的中医庙啦，刷落就是一个麦当劳哦。啊！你即马找到只 Seven 来吼，啊，你咯会使来只咱买咱的这个吼、哦、炸弹节吼，伊、哦、做伊只有乌龟啊种咯，哎，真俗呢，哦，啊，35块起跳啦，咱三个就会使买啊啦吼，还有迄个猪排炸弹，还有鱿鱼炸弹，月亮虾饼，拜托，月亮虾饼就是迄个餐厅才食到的呢。啊、哦，泰国的，伊讲泰国的啦。啊，我乱介绍，无要紧。啊，你来，你就好食，你就凊彩甲买吼，买吼。啊，你就买安怎呢？买吼，就行路的吼，来去参观吼。免条条哎，什么走去回花莲啦？啊，免啦，你遮就有啊，咱泸州遮就有啊。你看哎，哦，这间，哦，夭寿好食的炸弹，哦，这2005年就有啊呢，哦，这慢慢看图片哈、哦，咱我今日钱较无够哈，咱用看图片的多，哦，好、咱无够，咱个看看啊，后抓来哈，炸较济哈，啊，你超炸200块来，你就几啊种拢食会着啊啦，哎、欸，你看泰式月亮，哦，这大拢有，你看，哦，这边购物呢，这个叫蛋黄梅熟小心爆浆。哎呦，这走马灯的话，无啦，走马灯无水啦。他在录影哎。大那个蛋黄没熟，小心爆浆了。我来讲，35块，不要紧哦。你到100块来哈，我都买起来哈。你到你食下哈，哦安尼，哦送来我来讲，哦另外一只讲啊，先告辞。好，安尼今日介绍到这哈，朋友爱来哦哈。有来泸州，咱这条街吼，哦，你就来这吼，不要紧哦。这是我今日，我特别介绍的，好，哦，赞，哦，希望网友大家拢来给搞阮这个炸弹节哈，哦，伊的打扮，伊的打扮帅哥，帅哥可爱啦，我也好食个，你来你看伊吼，你唔好叫伊唱歌哦，唱歌一路去，你上少你爱聊5-6分钟，咱买就走，足够唱歌的啦。好，感谢大家吼，啊，这就是迄个泸州的这个停车场，真赞哦。